童年相片，看似快乐的笑容，却是一幕幕不愿再想起的过去。没有，就想说怎么办？哦，又是个女的，又长得那么的丑。刘秀苑生长在五个女儿的家庭，家族中所期待的男孩始终没有出现，也造成父母感情不睦，口角不断。从小体弱多病的他，似乎总活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中，难以填补的爱与关怀造成刘秀苑心灵上的空虚，想寻求平安，却碰上一连串无法控制的灵异事件。秀苑，我们先来聊聊你的家庭背景。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我们家有五个，都是女生，然后我排行老三。嗯，对。那因为我爸他是外省人，然后又是独子，所以我们家为什么生五个，是因为我妈想要帮他生一个儿子。嗯哼嗯哼，对，可是没办法。爸妈的感情好不好？我有记忆来就是不好，就是因为爸爸是老师，所以特别会，就是别人的眼光标准可能会高一点。可是爸爸因为就是家庭经济不是很好，所以他那时候兼职接一些那个报社的稿子在写，可是因为这样子认识一些不好的朋友，就开始在外面就是赌博，或者是有跟就是外遇吧。嗯，对，所以家里常常就是我们是跟着妈妈的情绪，如果妈妈情绪不好，我们就知道今天完蛋了，因为爸爸回来的时候一定是大吵大闹，然后我们一定是就是其实都是会吵到什么程度。我妈有一次气到就拿菜刀说要杀我爸，就是反正就家里闹得鸡犬不宁，然后我姐他们就哭成一团，可是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然后我没办法哭，然后姐姐就说我很无情，爸爸妈妈都这样子你还哭不出来。然后邻居隔天一定会问说你爸妈昨天吵架是不是还怎样怎样怎样，其实我们小孩子都觉得很羞愧，因为觉得我们家怎么会是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人说你爸不是老师吗，你们家怎么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每一次爸妈吵完架，其实我们都不太敢出门，都是躲在家里面。嗯哼，所以不但是父母亲感情不睦，就连你们跟父亲的关系也都比较疏远吗？其实我爸从小就非常疼我二姐。嗯哼，可是我就是好像捡回来的小孩。比如说我记得小时候，有时候我们因为是住两层楼的房子，那时候晚上大家就是在楼下看电视什么的，那可能我们姐妹会在那边玩或者怎么样，我会突然莫名其妙的一个动作或讲了一句什么话，我自己搞不清楚，我爸就突然翻脸，然后就是骂得很凶，然后就把我赶到楼上去。所以我小时候就常常被赶到二楼，那二楼其实因为我小孩子就是怕黑嘛，就不准你下去跟大家在一起，不准，所以我都是躲在楼梯口听他们楼下在干嘛，然后后面是一片漆黑，因为我只敢站在楼梯口的厕所边，因为那边灯离楼梯口最近，所以我会就躲在那边，可是我不敢进房间，因为黑黑的。嗯嗯，所以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躲在楼梯口就听楼下他们在干嘛。你躲在那个楼梯口会自己偷偷哭吗？会啊，就是经常这样子的。对，就是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觉得我应该没有犯什么大错，就是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希望我自己是一个孤儿。对，因为是孤儿好过一个是你爸爸，但是你却觉得他像一个比一个陌生人对你还要不好。对，所以我每一次躲在就是在那楼梯口的时候，就是从楼下的那个欢乐声给自己一些就壮一些胆啊。对，可是后面的黑暗，我觉得那种黑暗的害怕是一直累积在我心里面。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没有家人关系的，你倒还有原因寂寞。对啊，但是你是有亲人的，
而且是差别待遇的，对，这对你的伤害其实相较之下是大很多的。嗯，你后来身体也不太好是不是？对，因为小学大概三年级的时候就是得气喘。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医气喘的药不是那么好。嗯，对，所以我每一次一发作就是请假在家，就是从可能三天请三天到后来就五天，再来就十天，反正我一学期去学校的时间大概只有二分之一，其他时间就在家里生病。其实气喘这样子的一个病会有时候会很危险，它不但是让你的功课会严重的落后，对，是不是偶尔也会在发病的时候会造成你一些生活上作息上的一些困扰？因为气喘它是没有办法躺下来睡觉，那白天还好，因为大家作息会比较多在一楼，所以我是坐在一楼客厅的椅子上，然后不舒服就自己调姿势让你比较呼吸顺畅一点。可是到晚上的时候，刚开始就是因为我怕黑，所以会爸爸妈妈会把我抱到二楼房间，然后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姐姐他们在旁边睡觉。可是可能因为那个气喘，那个喘哮喘的声音其实蛮大的，特别是入夜的时候会特别严重。所以因为入夜大家是睡最熟的时候嘛，那我喘的声音最大的时候，所以有一次被姐姐骂说你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其实那句话很像针扎进来，我不是故意的，我很痛苦，我甚至如果不出声音我就没办法呼吸。是那时候他们讲之后我就憋一下，但是一憋更糟，就是喘得更严重，后来我就在旁边哭。那你知道喘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因为你根本就接不上气。然后妈妈半夜会起来看我，她就看我在哭，我说刚刚姐姐说我吵到他们睡觉了。其实妈妈没有特别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也蛮不舍的啦，因为看到这样子，女儿这样子。后来就是我就晚上大家上去睡觉，我就一个人待在楼下，就是自己一个人从楼下坐到天亮，心里面很孤单。嗯，我一直看着楼梯，就觉得说我也好想上去，可是我连动都不能动，我连呼吸都很困难。对，有时候就是你会很累，你常常是才睡个一下下，你会突然不能呼吸醒过来，又要调姿势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看病。其实需要一笔蛮大的花费吧。对，家里的经济状况当时如何？因为我爸是小学老师，其实又有五个小孩，其实经济重担蛮重的。那我妈她要照顾小孩，所以她也没有出去工作，变就是在我爸身上。那我爸他除了白天教书，晚上他写很多的稿子去投稿赚稿费。但是因为我一生病我就是要往台北跑，所以我一生病其实我爸就觉得很头痛，因为他必须要请假带我去看医生，我妈有时候要求他带我去看医生。我很怕跟他去看病，我很怕自己发作，因为看病就是跟他两个人这样去。所以你的意思是在你发病看病的过程中不是得到比较多的呵护？没有啊。那是什么？恐惧。其实我不太能走，但是我爸会走在前面要我自己走，有时候我真的没办法走的时候，我说爸我没办法走，他才会过来扶我。有时候我那时候不想给他再带来麻烦，所以有时候我是硬着要自己起来走，就会让你怀疑你不是你爸亲生的。我很想怀疑我不是他亲生，可是问题是我跟他长太像了。我们家五个小孩，可能其他人不太知道他是我爸的小孩，可是看到我就知道我是他的小孩。我希望不是他生的，我还好过一点。哦，对，可是因为是跟他长得很像，所以你看，我还蛮讨厌自己。你身体不好，功课又跟不上，然后又欠缺爸爸的爱，所以你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对你的心态跟自我看待的方式其实是很负面的，对不对？对啊，蛮自卑的。其实我小时候很多次想要
自杀。我想说，我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这个家庭。离开家，只身到台北工作的刘秀苑，似乎暂时远离了来自家庭的纷纷扰扰，但却因着工作上的压力和长期失眠的困扰下，开始四处寻求帮助，拜遍台湾的庙宇神佛，让原本能够掌控的生活彻底失控。所以后来你离开家到台北打拼生活，真的离开家了，生活有比较好吗？其实没有哎，我觉得我是带着那种长期的压抑，跟从家庭或者是从学校，其实那个包袱是一直扛在我的身上，所以其实我一直对自己都没自信。对，然后可是我不希望他们看清我，我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些表现让他们肯定我。所以你一个人在台北生活很孤单吧？其实很孤单啊，可是我不想跟任何人有太多的接触，就是我就一个人住嘛，然后工作下班就是窝在房间里，其实常常失眠，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忧伤，然后常常会哭，就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想到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就会开始掉眼泪，会觉得自己很可怜，可是又走不出来。小时候除了怕黑以外，也常做噩梦，也会常常就是那种人家说的被鬼压。嗯，对，都是一些很恐怖的那种妖魔鬼怪的那种形象在你的梦里出现，要不然就是一团黑黑的东西在压着你，你没办法喘息，你没办法动。你小时候就有被鬼压哦？啊，对啊，那时候好像念书放暑假回家，然后晚上睡觉，在房间睡觉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睡着了，可是我已经睡着，但是我会觉得我房间怎么突然变得很热闹，然后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在玩球，然后就听到一个小朋友说拿球 K 他，结果下一秒钟就一颗球用力的打到我的头，然后我就突然跳起来，从床上跳起来，然后看我房间什么也没有，然后隔天有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就带我去附近的一个道坛，就是去给什么师兄师姐会就鸡童啊，就是去看，然后他就念一些咒语啊什么的，然后就给你一些符水，然后回去烧了，然后擦擦脸洗洗手什么之类的。嗯，就接着第二没有效，因为第二天第三天不同的人来找你，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还是有啊，然后我妈又带我再去问，结果她就说那是因为哈，你们家附近以前是一个日本的古战场啊，然后很多日本兵死在那里啊，所以他们的游魂会在那边走来走去啊，你就是太敏感的啦，所以你会被他们那个找上什么的啊，那个没关系啦，就是这样子，就不了了之。但是从今而后你就开始到处拜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是在媒体工作啦，那有一些收视率的压力，然后再加上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自己的状况不是很好，就是那种躁郁，有时候容易暴怒，有时候又会那种忧郁跌到谷底那种，你爬不起来，身体也不好，常常就是傍晚的时候那种胸闷，然后头皮会发麻那种，让你整个人很躁动，然后就会找一些比较特殊的题材，别人会比较有兴趣的。其实那时候最有兴趣应该是什么医病的东西，或者是其实应该说就是怪力乱神是大家最有兴趣的东西。嗯哼，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有点像一个陷阱，你会慢慢的被牵引。可能我刚开始找第一个关于这个拜偶像的东西可能收视率不错，那我就觉得哎，那下次再找类似的题材应该也 OK，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好像在里面可以找到自己可以变好的希望。嗯哼，因为就是看到有的没的东西，你觉得啊，是不是有一些外力可以帮助你？对对对对对，因为自己只知道只觉得自己有一个黑洞，我是没有办法去，我自己无能为力去改变的。每到一个道坛或者每到一个庙，我就告诉自己说，你可以好，这边可以找到让你可以好的神。但是抱着这个信念，其实那个没办法持续太久，因为你很清楚，其实你心里很清楚啦，只是脑袋在骗自己。其实你接触这些都没有让你比较好，没有比较好，没有用。可是你觉得下一个可能就有用了，下一个可能就更好。对，就是一个接着一个找。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发现就是不对劲，就是躺在床上就开始觉得不对劲，因为那种黑压压的恐惧来了，我就知道有东西来找我了，很害怕。我想说你不是神吗？怎么我白天拜过你，你会来找我？然后后来我只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讲一句话，说：“七月到了，你给我小心一点。”刘秀院用尽一切方法想要脱离邪灵的搅扰，从改名、做法会、观落音，只要能够使自己好起来，他不顾一切的去尝试，但是却越陷越深，生活步调和作息大乱，让自己陷入难以自拔的漩涡中。这样的循环里面也让你做了很多怪力乱神的专题跟节目。对，透过这个你觉得你好像寻到了一些方法，但这些方法到头来最后没有用，赔了夫人又折兵。对，而且 你还去拜过些什么奇怪的神？其实当我被鬼压频率越严重的时候，自己身心灵状况就变得更糟。嗯哼，对，我会觉得自己有忧郁的倾向，而且那种负面的想法其实还蛮严重的。嗯哼，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反而会让我更热衷在求神拜佛的那个里面。嗯，对，甚至于就是去拜访某个受访者，然后他会说：“哇，你们这个同事哦，他卡音很严重哦，他就说有几个鬼跟着我，这个要去解决。”嘿，然后解决。然后就有一个同事就介绍说，有一个三太子很好，很灵，法力很高强啊，然后就帮我打电话，然后联络安排，然后就去那边看。就去那边看之后，那三太子就说：“哦，你这个是什么？有很多卡了，很多冤亲债主啊，还有你去到很多不干净的地方啊，就招了这些东西啊。你这个呢，就是要来要我来跟那些沟通。那当然不是我去跟他沟通。”他们请一个什么他们更高的什么神下来沟通，然后怎么沟通？是宝贝，宝贝的意义是在于说要做多少钱的法会去度他们，你就可以好。然后宝，然后从5000开始，没有10000，没有20000，没有。后来那时候一直宝贝没有啊，那可是那钱一直往上涨的时候，我就想完蛋了，我根本就是一个穷光蛋，怎么做这个法会？对啊，我哪有钱做啊？可是那时候就觉得没关系，没关系，应该总是有办法的。然后拔到最后好像是50000还60000。嗯哼，啊，所以我想说怎么办？那么多钱，我好像做不起。然后那个鸡童就觉得看我就是，没关系啊，你想看看，我们可以让你分期付款，对，看你能力可以分几期。后来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是自己有点只想要好，就这个信念只想要好。我说好，那我要做，越快越好，赶快安排。然后他们就安排隔没几天，就是说要准备什么东西啊，那准备什么船，糊纸的船啊，还有很多的金纸啊，还有什么车子啊，还有什么人，就是那种纸人，就准备很多那种东西要烧给他们要度，所以。那时候他们就通知说，那你哪一天来？
凌晨四点你到我们这边来会合，去宜兰头城的某一个海边的岸边去拜那边的一个偶像，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在那边，就是反正他们就念很多，做很多法啦，然后念很多的咒，那就是茫然的跟着他们这边拜那边拜，这边讲那边讲，然后就全部烧掉了，然后就看他们做很多的动作，然后我就问说那有没有成功啊，他们说有有有，全部都到西方去了。你有没有，他说你看到那个烟有没有，全部往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去了，然后想好啊，那我应该可以好了吧，可是没有啊，还是没有好，没有好。然后他们又说因为你身体不好，因为你之前卡太多，你很虚，你要再来请另外一个什么会看病的一个太子下来帮你把脉，然后抓药吃，去调养的身体，又是一笔钱，又分期付款，最后也还是没有好。结果呢，刚开始觉得其实就是自己意志力在骗我自己说，哎，做这些事你有比较好，你有比较好，其实没有比较好，可是结果到头来一场空，然后钱又赔掉了。对啊，还是一场空，然后还是赔掉，然后你还去改名字对不对？哦对，因为那时候一开始卡，他们就是我卡到的时候，同事们就很好心说，哦，认识什么什么老师，叫我去给他看，然后他们就说，一看就说你叫什么名字，就写给他们看，哎呀，你的名字不好啊，跟你的生肖跟你的八字一点都不合，所以就是要改名字。那时候花了一笔钱去给一个老师算，然后改了名字，然后可是我一直没有实际去改我身份证，因为那时候他们说你口头讲就好了，可是他们又说，又有人说你一定要身份证上面改名字，然后就把我的身份证所有的资料全部改掉。其实我爸非常愤怒，我为你取的名字你怎么可以改，因为别人算命就改掉了，可是我根本就不想理他，因为我心里面就想说你不懂，你不懂我的痛苦。可是改完名字呢，我就觉得我应该会比较好，可是没有，就是每一天到傍晚胸闷跟头痛那种躁闷躁动的那种情绪是一样的，而且就是很准时，就是五六点就开始了，我就没有办法工作。对，然后又开始再去找其他的，搞到后来你去拜的也来找你。上台北工作之后我搬了很多次家，那不是因为距离公司太远，而是都是遇鬼遇到没办法，我只好搬家，就是有点落荒而逃的那种感觉。因为像我之前第一次住，本来住在士林，然后那时候看了一部鬼电影之后整个就完蛋了，就是每一天晚上就不同的妖魔鬼怪来找你。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搬家，后来我就搬到永和去。永和刚开始住还好，可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来了。然后那时候就是那附近有一个百年的老庙，就是反正有一个偶像，我就去拜。可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发现就是不对劲，就是你躺在床上你就开始觉得不对劲，因为那种黑压压的恐惧来了，我就知道有东西来找我了。然后就开始听到从窗户外面有一个披着那个披风的那个我白天才拜过的那个神明就来了，然后就啪啪啪在我床边一直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然后很害怕，我想说你不是神吗，怎么我白天拜过你会来找我。然后后来我只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七月到了，你给我小心一点。后来我就很努力的想要张开眼睛看看到底有没有东西，结果张开眼睛我看到的是一个全身披着黑黑的东西的，但是他五官你看不清楚，但是你心里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个东西是很恐怖的，对，是很邪恶的那种鬼吧。其实那边最严重是导致我要搬家，后来又碰到女鬼，是因为那时候九二一大地震，那时候我们在南投出差，然后就遇到地震嘛，然后回来的时候啊，我第一天回到台北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觉得不太舒服，然后等到我很累快要睡着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我眼睛虽然没有张开，可是我感受到我的头顶啊，床头柜上面一整排的人头，然后他们伸出手掐我的脖子，好痛苦，那个脖子真的快，我就觉得那种掐得很痛，那种感受是很真实的，就是掐住你的脖子，你没有办法呼吸，你也没办法动弹，因为你都被那些很多的手抓着你，很恐怖，然后接二连三晚上都来。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承受，后来我就搬家。你后来还去关洛英是？那时候去是同事带我去的，然后去的时候就是会要先挂号缴钱嘛，然后就要先送一段经，然后就是用一块红布里面包着一个符，然后蒙你的眼睛，然后就是就开始说你们自己心里求看哪一个神会下来带你们，后来就等等等等等，哎，突然看到那种有一个那个小小的人，其实有点像皮影戏的那种牵手牵手观音，我说来了来了，因为旁边会有一个人带你，对，他要听着你讲的，然后说你引导你啊，他说赶快跟着他，赶快跟着他，那时候眼睛虽然是蒙起来，但是有点像电影画面一样在跑，然后就说看你想去看谁，然后如果你不是没有想要看谁的话，你可以说哎，看看你的本命宫是什么，然后说好，那就看本命宫好了，然后就带我走走走走走，然后就走到一个山丘，一个很大的一个山丘，然后看到远远看到山丘上面有一个房子，他说哦，你的房子是一个小房子，就叫那个把你带进去，然后越走越近，就看到那个三角形的房子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哦，真的啊？对，然后他就说，我说我看到十字架很像教堂，哦，他说哦真的吗，那你好像应该去找耶稣吧，然后他说你就带看你里面干不干净，就叫那个牵手牵眼观音带我去进去，然后就跟着进去，进去的时候门打开来，然后地板就是木头地板亮亮的，然后看到耶稣的十字架，然后旁边还有圣母玛利亚，就是像天主教的教堂一样，对，然后就进去，然后他就说那你应该是跟耶稣，后来说你，我想你应该是跟耶稣比较有缘啊，然后就说那你还看到什么，我说我看到窗户外面有一棵树，只要他问我看到什么，我就会有东西出现，然后就看到从外面有一棵树，他说那你看到树还看到什么，我说旁边好像有一个人站在旁边，可是很远我看不清楚，那你要不要看清楚一点，说好，就突然那个人家镜头就扔到那棵树，就旁边站了一个穿着黑袍的人，五官看不是很清楚，有点像骷髅头，拿着一个斧头站在那边，我说那个是什么，他就说那个应该是你的冤亲债主，你问他要什么，然后他问他说你，他叫我问他要什么的时候，只看到那个东西摇摇头，可是他越来越靠近，就整个形象越来越大，我说他没有，他摇头，而且整个人变很大。可是那时候我只信，我不信耶稣，我信菩萨。菩萨，当我心里面这个念头闪过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菩萨下来，就好像跟他在角力一样，但是这个东西没有消失。然后我就说他们两个好像在角力，可是那个黑衣人没有消失啊。他说那是你的冤亲债主。你欠他的，这你注定要还的。后来就解下来之后，他就叫我要，可能要去为这个做一些法会，或者是念，给我一本很厚的什么经，你每天晚上要念，然后回向给他，渡给他。所以我每天晚上，就拿着那本经，烧着一坛香，在那边念。其实我在念的时候还蛮害怕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和教会朋友一起唱诗歌祷告，刘秀苑找到那寻求已久的平安和喜乐，
忧伤离开，笑容再次出现在他的脸上，不再有邪灵的搅扰，生活重新回到轨道上，也让刘秀苑真实的体验到上帝所赐美好的生命。你那时候工作还工作得下去吗？其实我没办法工作了，嗯哼，那种妖魔鬼怪来找我的状况没有改善，甚至于我还挂的铜钱啊，床头柜挂放的什么各种的偶像的神像都排一排，还是没有办法。我记得有一次我睡觉的时候，其实我看到那个鬼火，蓝色绿色的，很恐怖，而且那种火其实火是热的，可是那个火是一阵热一阵冷的，在攻击你，那种感受其实很难受。那时候我想说很痛苦，其实那种很痛苦，然后我就说，我就把我所有拜过的偶像的名字叫过一遍，叫他们来救我，都没有效，而且那个火烧得更大。后来到最后我觉得没有办法了，我就想说有一个神我没有喊到，我就喊耶稣救我。当我喊这一句的时候，我喊到后来我就喊了一句的时候，我就觉得远方有一阵光。我在喊第二声的时候，我会发现那个光是越来越强，强到这两团鬼火是越来越小，就突然嘣不见了。对，那我在那个过程的黑暗里面，我突然整个变亮，然后就慢慢醒过来，就慢慢可以起来。所以既然你找耶稣有效，可是为什么你没有继续去寻求呢？其实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人是着了魔，所以那时候我知道我喊耶稣的时候他会救我，可是隔天我就想说我应该要祷告，因为我们从小是在教堂长大的。你从小在教堂长大？对，就是我妈妈会要我们去教堂，就天主教教堂。对，可是有一个声音就说，你这么久没有去教堂，你这么久没有跟耶稣祷告，他怎么会理你啊？他怎么会听你啊？因为这个念头闪过我就放弃了，我就没有继续寻求。所以后来是怎么接触到教会？我以前有一个还蛮要好的同事邀我去小组，我就去了，他就很适当的引导我讲出我的经历，然后每个姐妹听到之后，她们也没有，她们觉得哇很不容易过，哎，就蛮恐怖的。然后她们就为我祷告，刚开始祷告其实有一些不舒服，会觉得冷，就有点不舒服，然后可是后来就慢慢觉得有一股温暖暖意上来，因为她们祷告的话语有 touch 到我某个部分。对，所以我就觉得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祷告蛮好的。所以回去之后我就开始抱着一个，我就希望出现了，所以我就回去，就因为我朋友还蛮积极的，每天都跟我联络打电话分享，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他也教我怎么去看圣经。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为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祷告，因为他好像检查有癌症的迹象，所以我们想说为他祷告，我们用电话哦，然后我这边祷告完换他，当他我祷告完换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对劲了，我突然觉得我的背后有一团黑影压过来，就突然之间我整个脊椎就是从底下这样窜上来的一股，就是全身起鸡皮疙瘩那种，好像被电这样触上来，然后之后就喉咙就被掐住了，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出声音了，就整个脖子被掐住那种感觉。然后我想说完蛋了，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不是在祷告吗？怎么会这样子？后来我就很用力的叫了我朋友名字，然后他那边就说他怎么了，他才说完怎么了，他就觉得电话筒那一端传来一股冷意，他就觉得那一端出事情不对劲了。他就赶快拿手机call小组的姐妹为我祷告，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没办法讲话，我就敲电话筒，然后他一边联络一边叫我赶快翻圣经，他说你没办法讲，那你用看的。然后我就看啊，可是那个全身开始痛，就是你的骨头开始痛，然后你喉咙被掐着很痛，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的眼睛可以看，你的思想可以，就是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是你自己的，可是你其他是被控制被辖制的。后来他就赶快call住我最近的那个姐妹来我们家看，半夜十二点跑来我们家看，当他其实他是用方言为我祷告，我听不懂，但是我觉得里面辖制我的那个东西听得懂，他
他就开始拒绝听那个祷告的声音，我整个身体是很剧烈的，这样一直摇晃，一直就是说不要听不要听的那种感受，我很痛苦，就是我没办法控制，但是那种摇晃的那个程度让我没有办法承受，然后我觉得很痛苦啊，然后那个姐妹觉得这样不行，就用话语就告诉我说，你让你努力控制你自己，让你自己能够平静下来。然后我就很努力的，就是自己靠着那个沙发的背，我就这样靠着，让不要再这样子的。好，身体它不能再摇晃了，但是头它开始转了。那时候，比如说那个姐妹坐在这边为我祷告，然后我的头就开始拒绝听，就转到这样子了，我头觉得我脖子快被扭断了，我就很痛苦。然后她说，那姐妹就告诉我说，你要用你的意志力把它拉回来，然后就很用力的，就是那种扭跟拉回来之间一直用力的拉扯，然后整个脖子，我好怕我脖子断掉，好痛，很痛。后来拉回来之后，我就靠着头这样用力靠着后面这样子，然后我就眼睛闭起来，他说你眼睛闭起来，就一直喊着耶稣救我，耶稣救我。然后那时候又喊耶稣救我，但是我心里更想知道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心里面就问耶稣说，这个是什么？我看，可是我闭起眼睛，我只觉得眼前一片白茫茫的，看不清这些东西是什么。后来我就问，不会是我以前拜的东西吧？其实有一个微小的声音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你以前拜的东西。然后后来说，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就突然之间就会慢慢的，我那一片白茫茫的误会好像就散去了，开始出现一个好像骷髅的脚，然后烧得焦黑这样子，然后慢慢显开，就看到一个很恶心很恐怖的那种，有点像魔，我觉得那就是魔鬼吧。然后有一个声音就告诉我说，这个东西以前不管你拜什么，背后就是这个东西。那时候我才知道说，以前我拜那么多，为什么我一直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个这个东西在挟制我。所以小组长后来有带人来帮你，对，去整个要做一个很大的调整，对不对？对，后来隔天他们就小组就有一个联系跟教会那边，就是有神学院的学生，因为他们刚好在学习这方面的课程，然后觉得这个 case 还蛮特别的，所以那隔天晚上他们就来。那其实那一天晚上我还是没办法讲话，到那个姐妹离开为止，其实很恐惧。可是我到凌晨三四点，我声音才慢慢出来，然后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我可以讲话了，他叫我赶快去休息，明天预备心，就是他们会来帮我做赶鬼的动作，跟我约七点半。然后到七点的时候，我就开始等啊，等的时候我就发现，哎，不对劲，我脖子怎么又被跟昨天又一样，就是又被掐住了，我又不能出声了。后来他们来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开始跟昨天状况一样，就是有一种抗拒的那个动作出现了。他们说没关系，你不用怕，因为我们有神，有耶稣。然后他们就开始要为我赶鬼。那赶鬼之前要先认罪，要认你所拜过的神，他们有一个清单。那我看完之后，几乎都拜过了，除了香港的没拜过，其他几乎拜过。他说那还有没有里面没写没有列到，我说还有。其实他们就，我有听到他们就有点惊讶，就觉得因为上面列了五六十项，那我几乎都拜过。然后认罪完之后，他们要开始做赶鬼，他们就要奉耶稣的名命令什么什么神什么灵什么灵，就那些偶像的灵要出来。然后我就开始发现，当他们喊到每一个的时候，我的膝盖，我常常膝以前常常膝盖痛，我就发现我膝盖剧烈痛，我的背部脊椎痛，我的肚子痛，我喉咙痛，我胸痛，我头痛，就我全身痛。然后每喊到一个的时候，某个部位会特别的痛，那就会开始，因为他们一直在赶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有一股气在我的肚腹里面，就比如说这是肚腹，然后这是食道，会觉得他们就是抓住那边不肯出来，就是从这边抓抓抓抓抓，然后他们就是奉主的名要赶的时候，就发现那个东西一直被要出来。他说你自己
就是要把他们用意志力把他们赶出去，要相信神，耶稣会救你。然后每一次，后来就一次又一次，一波又一波的挣扎，然后就一次又一次的吐出很多的气，其实那些气就是那些邪灵附在你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里面去控制你。然后吐到后来啊，就是他们说哇，他们后来告诉我说哇，你那个时候好恐怖啊，那脸整个爆青筋，然后脸爆血丝，他们都觉得就是很恐怖。你吐出什么来？气到后面，到后来就吐很多的痰，痰后面就开始吐血，对，吐到我全身都快虚脱了。赶完鬼之后，我刚开始会觉得说，哇，耶稣好厉害哦，他可以赶鬼，而且我那时候只有一个意念，我只觉得说，赶快把这些鬼赶光光，我就会好。可是不是这样子，不仅仅只有这样子，我认识的，后来我认识的神，他不是只有赶鬼而已，而且我甚至于觉得赶鬼对神来说根本是小 case， 因为是神，这些只是鬼，他们怕神。后来牧师很慈祥地告诉我说，你的里面有一个受了很深委屈的一个小女孩。其实当牧师说有一个很受委屈的小女孩的时候，很像一个雷打醒我。一次又一次的内在医治，把刘秀院从小的伤害及所缺少的关怀重新弥补回来。原本躲在那被遗忘角落的小女孩，被上帝的手给牵了出来，生活不再阴霾，她有了自信，找回自我，活出上帝所赐的美好。你后来还到教会去做医治，那时候有一堂课是讲饶恕，然后牧师在上面讲饶恕的意义，可是我听不下去，我觉得你在讲什么，就觉得就有一里面有一个抗拒听那个东西。后来牧师就带我到旁边坐下来，然后坐下来的时候，其实坐下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有一点点怕怕的，因为牧师。后来牧师很慈祥地告诉我说，一个女牧师，她是说我刚刚从那边跟你到这边坐下来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我一直觉得你的里面有一个受了很深委屈的一个小女孩。其实当牧师说有一个很受委屈的小女孩的时候，很像一个雷打醒我，甚至于有一点又喜又悲。喜的是有一个人知道我有受委屈，悲害怕的是怎么办被发现了，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一直躲得很好，就是我一直躲在一个角落里面不让人家发现我自己成长过程是这样子过来的。我用很多外面的假象去让人以为我过得很好，我也不会去跟人家分享我的成长过程，我也很少跟家里人讲我在外面做了些什么事情。可是耶稣怎么会知道？后来要受洗前，他们就是告诉我说，神不喜欢带着仇恨不饶恕的小孩，你一定要先饶恕你不能饶恕的人，神他才可以饶恕你。那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想到我的爸爸，我没有办法饶恕他。所以那时候他们要为我做医治的时候，我很大的拒绝，我不想饶恕，因为我觉得
就突然之间过去的种种对待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跑上来，我那里面的自卑跟羞愧一点一滴的被挖出来，我好痛苦，就突然那个黑洞，那个情绪心情绪的地下室被打开来，里面是藏污纳垢的，都是小时候被对待的那一切。然后我一直觉得住在里面是一个很脏脏兮兮的小女孩，甚至于觉得有点像乞丐，有时候想要去跟人家乞讨，乞讨不是金钱，而是一种爱、关怀、被注意。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过，甚至于我觉得是这个家庭带给我的，所以我心里面很深的恨，我没有办法去饶恕。但是他们告诉我说，神他都知道，他带你走过每一步路。甚至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有一次为我祷告，还有一个感动，神给她一段经文在诗篇27篇，她就打电话来跟我讲，叫我看前面都还好，看到说当你遭遇患难的时候，神在暗暗中保护你，当你的父母离弃你的时候，耶和华收留你。可能世上的人瞧不起我，父亲不要我，可是我的神他知道我，而且我看到每次我生病一个人坐在下面，为什么我会有胆子大有力量，我看到耶稣在旁边陪伴我。以前不明白，后来知道说，在我生命走的每一步，其实神他一直陪伴我。虽然我很痛苦，我很多次想要自杀，总是有一个小小希望的念头闪过，让我不要再去想自杀这个念头。在学习饶恕那一刻，神让我看到他是怎么陪我走过的，所以我就选择饶恕，但是很痛苦，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想要进入神的家，因为我找了很久，原来我在找的就是神的家，我想要进神的家，所以我想要受洗，所以我就选择饶恕我的爸爸。但是你过去那个黑洞造成你个性上面的一些扭曲，后来有因为阻碍而被修补了吗？其实饶恕是一个很难学的课程。没错，我常常在晚上祷告的时候，神会让我看到我里面对父亲那个恨很深啊，所以我常常在祷告里面会跟神哭啊，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会感受到神其实都听你说，听你哭，哭完之后神就用他的话语安慰你，因为你的爸爸的童年造成的伤害，让他也，因为我爸爸的父亲很小的时候就跟别的女生跑了，所以他是没有父亲的状况长大的，所以神告诉我说，你的爸爸也是在没有爸爸的状况下长大，他不知道怎么当一个父亲，可能他自己都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对你，或者是他都不晓得对你造成很多的伤害，你要原谅他。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在饶恕与不饶恕之间的拉扯里面，学习去选择饶恕，因为唯有选择饶恕，我自己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没错，心里面的自由。对，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的？走过这好大好长一段的噩梦。对，嗯，那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走过一段别人没有办法体会的痛，然后你会觉得走的每一步路好像走在玻璃碎片上，每踏一步都好像砸着你的心，很痛。
可是也许全世界没有人了解你，但是有一个神，他知道你，他也了解你，而且他会帮助你。但是要找到真正的神，而不是在拜偶像的过程里面背负就是前世欠的债，或者是就是背负那些包袱去认命面对。对，因为我相信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很尊贵的，不是要用这一世去做很多苦力去还债的。对，所以我希望如果还在过程的人，他们可以来认识耶稣，相信他们可以找到生命的自由。其实看到秀苑这样一个温柔可爱的女孩子，实在很难想象她内心过去有这么大的一个黑洞，年纪轻轻大半生都在和黑暗势力对抗，但是走过云深之处就会更珍惜阳光。我们也非常的盼望，如果走在黑暗里面的人能够像她一样真正在爱里得到力量。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我们看到了刘秀苑的这个他的过去，他的成长中间，真的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也是会在那种极度痛苦的深渊。但是日子久了以后，也许表面上好像没事，可是那些东西都在我们的里面，那是我们的苦毒。我们也看见他借着各样的方式，因为对自己的信心不够，借着各样的方式希望拜，希望自己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好像没有。亲爱的朋友，你是这个现象吗？你是不是也是到处都在拜？你是不是在里面还有一些苦毒，不管是人家对你的，或是自己走不出去的？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让上帝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走出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见证，我们看见了刘秀苑这位姊妹，真的主，你的怜悯，你自己的慈爱改变了他，帮助了他，使他不是在到处乱拜。要拜我们就拜唯一的独一的真神，那就是主，就是你，你是三位一体的神。主，我们也真的知道饶恕是多难的一件事，但是主，你的爱给我们成为一种力量，让我们可以原谅，让我们可以饶恕，无论是饶恕自己是饶恕别人。主，我们谢谢你有这样的见证人，有这么多的见证人，他们活在我们眼前。我也为电视机前面的一些家庭一些朋友祷告，无论他过去的遭遇是什么，但是主，你不撇弃他，你让我们脱离黑暗走进了光明。谢谢主，我恭敬地为他们祷告，求主帮助他们，改变他们，使他们能够充满了平安与喜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往往自己觉得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听到人家说什么，我自己要怎么样。但是耶稣说，你们要进那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路是宽的，门是大的，进去的人多。愿上帝赐福你。